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敢上场送死啊！别理他们，到时候你们两个。 洗酒呢？啊！
是长歌，除了他，还有谁能把那帮草原人耍得团团转？县主，属下奉秦王殿下之命，送县主即刻回府。阿爷怎么知道？阿爷，属下只是奉命行事。乐燕。秦王许你回去定有要事，你先回去，长歌那边我来帮你说。我，别怕，你可是县主。既然得胜，这宝刀便归于你们。一会儿就把此刀赐予那个小子。是。辛苦了。使者留步。方才使者提到修好之事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啊。方才台上那位小娘子，确实是我大唐的掌上明珠啊。使者，可否移步到东宫一叙，你我仔细商谈此事如何？哟，太子竟然有如此诚意，那我便却之不恭了。需求重得很，要是真的砸中那小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别这样嘛，古话说得好，此乃虽败犹荣。
你是不是听不懂汉话呀？听得懂。这么小气。赢球那小子。我。对，过来啊。怎么了？太子令，阿施勒部所献宝刀一柄，赐予。哎呀，这个时候还戴着面具，成何体统？还不报上名来？